三钙素呢，其实是一种补钙非常有效的，治疗骨质疏松非常有用的药物。但是这种药物呢，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不是很多，所以呢，老百姓们可能会觉得比较陌生。实际上呢，在治疗骨质疏松的病人当中呢，三钙素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。一旦病人出现了骨质疏松的疼痛，那么可能我们吃钙片、吃帮助钙吸收的维生素 D，甚至有活性的维生素 D 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，那么我们就需要降钙素了。但是降钙素呢，它只能在医院里开，在外面是买不到。